妻和贝克汉姆、维多利亚以及哥哥们在巴厘岛度假，却不幸遭遇了地震惊魂。好在一切都平安无事，贝克汉姆一家有惊无险。从网络上发布出来视频来看，小七又长高了，他紧紧拉住哥哥布鲁克林的手离开了现场。小七的个头窜了不少，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他最喜欢的事情，骑马。我们知道今年小七度过了七岁生日，而贝克汉姆夫妇送给小七的礼物居然是一匹小马。小七从小就开始学习骑术，他已经爱上了这项运动。要知道骑术是很多王室贵族最喜欢的运动，这颇有贵族范。而对于贝克汉姆一家来说，他们经常是王室的座上宾。小七又长高了，骑马水平将在升级，培养小七淑女范。贝嫂用心良苦，小七骑马的照片之前已经发布过很多了。小七从骑马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，而生日礼物是一匹可爱的小马，对于小七是最好不过的生日礼物。小七逐渐长高，能够更好的驾驭骑马，这对于培养他的淑女范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。这或许也是贝嫂夫妇的良苦用心。小七是贝克汉姆夫妇唯一的女儿，因此也成为了女儿的掌上明珠。对于小七，由于天天和哥哥们在一起玩耍，她虽然长得非常可爱漂亮，